我是想向你打听关于林霜的事情。自从这次我回国重新见到林霜之后，总觉得她跟之前哪里不一样了，好像心里边藏了很多的烦恼和秘密。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还问我这些问题呢？林霜的朋友，一直关心她，永远会无条件帮助她的朋友。原来只是朋友而已啊。我和魏明在一起过。别感冒了，别让关心你的人担心你。你给他放在这儿，他还能跟你有眼神交流。